主料，面包粉250克，辅料，黄油25克，盐 2.5 克，奶粉10克，酵母 2.5 克，水125毫升，糖40克，鸡蛋一个，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，面粉、鸡蛋、奶粉、酵母、水全部放进去，搅拌均匀，没有面包机，这可是个大功夫的活。甩面，添加黄油后继续甩面，直至可以拉出薄膜，放进烤箱进行发酵。2个小时后，面包好了，把面粉成10个小面团，然后揉成掌条，在中间打一下结，全部做好后放入烤盘中进行第二次发酵。发酵完毕后，涂上一层鸡蛋液，撒上黑芝麻，18分钟烧下烘烤175度，烤成了金黄色，这样就 OK 了。烹饪技巧，甩面真的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精力，一定不要心急，中间的各个环节都不能马虎，否则都不能成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u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